想做人，不要对不起自己家人就好。我对得起我自己，但是我以前可能有点抱歉。十九岁的栗子，身边的同伴从过往的毒友换成了玩音乐的朋友。未成年时期吸毒，一度被警察逮到。笃信佛教的父母索性送他到缅甸自省。在他口中，四个月的跑路期间成了顿悟关键。自己想说，他们这么落后，还可以过得那么快乐，我生活这么好，我可以过得那么颓废，就自己会去比两个的反差。那你现在回头再看过去那一年的时间，其实不会难过啊，还蛮高兴的，有发生过那些事情，才会变现在的我啊。等等，谢谢。棒啊！摆脱毒品束缚，除了靠自己仰赖医疗之外，有时也能搭配宠物治疗。他很喜欢就是被照顾，他是我们难过的时候他会陪，他看得出来。小伟暂时的居所位在嘉义的蜕变艺园，这里是第一间公办民营的女性药瘾者中途之家，园区采用的是治疗社区模式。住民们生活自理，在社工的协助下重新融入社会。他们去研拟了一个一周的菜单，由他们各自己去采买，透过采买过程也是一个让他们去进行做社会互动的一个部分。而且嘉义县早在民国1995年率先设立专责业务单位毒品危害防治科，成为地方政府首例。主要原因是人口不多的嘉义县长期以来毒品盛行率和都会区相去不远。就在毒品的话，一般来讲它那个贵，然后成瘾性高。好，那新一代的毒品很多，像 Ketamine 来讲 ，Ketamine， 它通常学生跟学生之间的传就说，吸这个不会成瘾，所以他就很放心去吸食。可事实上，它还有一些身体的作用。生理和心理的毒瘾戒除不如想象中容易。同样是中途之家，南投的嘉老山庄隶属法务部矫正署，是全国第一座公办免费戒毒村。整合了跨部会的医疗辅导资源，不是只有帮他停止吸毒而已，而是一种正向的生活的一个认同。透过这种团体的生活，由同侪彼此的支持鼓励，然后正向的影响，然后让自己从这边离开以后，可以维持比较长的时间不去使用毒品。根据医界的研究，使用毒品并非一次上瘾，初期的正增强阶段会让人出现开心喜欢的感觉继续使用，耐受性阶段最为麻烦，用量和频率增加，一旦停用会产生戒断症状，等到长期慢性使用已经达到了成瘾阶段，不吸食就不舒服，损害脑部。不管你开心也需要它，不开心也需要它，这样。29岁的小海这一天包着尿布接受我们访问。国中时期搭上 Ketamine 的风潮，前前后后让毒品占据了他长达8年的生命。因为自己本身不喝酒，然后也找不到发泄的东西，然后只有吸毒而已。你下定决心的关键是什么？因为已经30岁了，爸爸身体不好，他有癌症，快末期这边的，所以心里想要改变给爸爸看一下。小海的个案只是毒品侵蚀青少年的冰山一角，通报数据以外的个案数量远远超出想象。显示毒品泛滥程度已经在台湾敲响警钟。我们对毒品的态度只有一个，就是零容忍。不要把它当成十恶不赦的坏人，因为他有时候是因为好奇误用，所以我们尽可能不要把他们入罪化。那换句话说，你越让小孩子越早进入监所的话，他这辈子在监所时间就越长。那这个道理我看到也是一样。少年法庭法官和研究药物滥用的学者一致认为，政府筹建毒品防治基金，强化矫治资源以外，政策法令也需要搭配辅导机制，让不慎染毒的青少年在碰触法律底线前能够回头。